在好久好久以前，有一座非常美丽的森林，里面住着一间非常经典的房子。他叫阿玉，他非常喜欢森林里的一座美丽瀑布。可是有一天，阿玉正在冬眠，忽然被身边的吵闹声吵醒了。安静一点，叫小朋友不要吵。请包涵，现在是下课时间，我没办法控制。阿玉又跑去跟医院投诉。不要再丢医疗废弃物了啦，会把细菌传染给我。不要吵，我里面还有病人。啊哦，好痛，这什么啊？阿玉，你真的想要再去森林吗？我带你去吧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回到我的森林了，而且还有新朋友呢。最后，阿玉交了许多环保的好朋友，过了快乐的日子。